看到大学生的国际交流，慈济大学和姐妹校马来西亚的理科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两校师生共同用全英文上课，过程当中体验不同的国家文化，也借机会呢分享慈济人文。动手分类做环保，马来西亚的学生们来到花莲教育环保站，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生活中的瓶瓶罐罐原来要分类的那么仔细。 I think recycling is good for us and for our environment, and we never done it before, and we come here to learn about it, and we done it here today, and it's very good.慈济大学和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合作举办全英文学术交流课程，今年特别以台湾和慈济人文为课程的主轴。环保工作，让学生了解，可以自己动手，可以帮忙，救救地球，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更好一点。九天的课程里，让马来西亚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摩林医学中心吴宇良师的大爱精神。死了，过了，过生了，他们合教的跟我们华人的做法都不一样。合教的是要收在地上了，要 bury 了，可是我们的华人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去当老师。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但却不阻碍学生们学习。透过多样的课程，将慈济大爱与感恩的精神扎根在学生的心里。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